跟你们说，我们在清境这里哈，晚上如果要来吃点东西啊，我们要找一个比较特色、有主题的。有特色、有主题。你看这个氛围是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很国外。很国外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得出这里哪里是最不一样的吗？有风车。有风车。火车。还有火车。旁边有火车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。但是我跟你们讲哦，风车跟火车都是用什么做？你知道吗？什么做？用胶。不，什么塑胶？人家用的比较好，不是木头，不对，用纸做的。纸？怎么可能？纸啊，你自己看，有没有？这边写了一个纸，有没有？纸做的啊。真的是纸哎。真的啊，箱子的纸有没有？做一台火车哎。哇，很厉害哦。那问题是那个风车是吗？这风车很大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它也是纸做的。而且它在那个池里面还要打光哎！哎呦，厉害了哦！哎呦，好酷哦！哎，早知道这样，我们就去弄一个农地，我们只要只盖一间房子，我们就弄别墅自己住里面多好啊！会糊掉吧？现在的房子那么贵呀！妈妈跟上，好的。请问一下，你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日本。日本。对。哦，阿哥不想你们什么时候会到哈？开明天。明天会到。哎，这个厉害呢，这个都是纸做的木马。真的吗？对，纸做的。你想说，纸它能有多少载重力？你看，小孩子从中骑重机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妈妈那个小东西啊，哎，我45公斤哎，这台都可以载重我哎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而且好轻盈哦。哦，好，来来来，两个可以交换，好来，停停下来，坏姐姐哈，真的超好玩，大的骑起来乱酷的。哎呦，哎，这也是纸做的，这也是纸做的，对，哎，当小夜灯不错，对对，观赏夜灯，哈，还有好多漂亮的灯哦，好，有没有？你看那个颜色，还有五颜六色的哦，好美哦。然后整个这个柜台啦，这个还可以当贩卖的，有没有？贩卖小吃部这种感觉。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买回去 DIY， 可以，我们商品都是对，可以买回去 DIY， 就体验好玩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哎，还不错哦，很简单啊，都很简单，所以我也可以做那种灯，可以啊，哇，你确定它的资质可以？可以哦，可以啦，小艺的程度哦，可以，好 ，OK。有没有看到？还有一棵大树。哎，连这个都是纸做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好漂亮哦！很漂亮哦！好厉害！姐姐，那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？你说可以睡觉啊？那我现在去睡。你现在要去睡了？太早了。姐姐，有累了哈，那我现在去睡了。哦，哎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看哦，我们现在不是只有这一个它是纸做的？对。你看一下，整个房子的周围墙壁。天花板，你看哦，更酷的是连窗帘都是纸做的，那个也是纸做的，通通纸做的，哇，很厉害啊！厉害哦！哎呦，哎，小姐，纸做的椅子哦，纸做的，哎呦，我现在突然看到椅子都是纸哎，不是我们很重哦，坐下去椅子就垮喽。OK， 那可以承载到150公斤哦。150公斤，你确定？确定。哎呦，小猴子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舒服。蛮舒服的，那请问大猴子可以坐坐看吗？不行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在这里，你一开会晕。你小姐，你起来，我坐给你看。爸爸先坐给你看。来，哎，不是，哎，母猴子，你起来一下，拜托啦。好，你现在门。好好，我坐坐看，好不好？哇，你还给我配音效，你洗的。好可爱。哎，真的还不错啦，还不错哦，150公斤哈，确定喽？一样是瓦楞，我74，对，亚兰45，来来来，坐上，这样，那我的姐姐垮了没？垮了，还没有啊？还没，姐姐快坐上来。哎，姐姐来，姐姐多少公斤？姐姐24，24，哦，哎，我的脚都有一点痛了，还可以哦，快你坐上来，好来来来，好重，这样可以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先下来一下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什么事？啊，旁边还有别的椅子，你们干嘛要坐椅子上？好，更特别、更厉害的哦。啊，还有更特别的？哎呦，原来这个就是更厉害的，超强的。来，干杯！哎呦，你这个干杯，哎，这个怎么看起来好像那个冠军的奖座？有没有？哎，这个也是纸做的，好赞哦！纸做的杯架，不仅这个杯架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连这个桌子。
沙发椅耶，还有这个，对，没错，饮料杯，还有这个哦，你以为这个是磁盘吗？哦，并不是哦，那不然它也是纸做的，也是纸做的，很酷哎，哇，超狂，对不对？我乍看真的超像磁盘，对。哦，啊，这个人家这个纸哦，它真的是要设计的很好，不然你那个热食啦，对不对？重量啦，对，湿啦，哎，它还挺得住，你看，酷，哎，酷，赞哦。还有这个啦，哎，你看他们这个才厉害啊，对对对对，船型的，这个大准的杠哦，有没有？船型的，船型的儿童餐，你看，对，在里面。哇，这个很厉害！哇，我真的没想到纸可以做这么多的变化。哼，还好食物不是纸做的。哎，我们开动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动。你们都已经吃到快饱了吧？好，赶快，赶快。Kenken， 你可以大声的跟老师说，这个周末我们去了瑞士仙境，然后在纽西兰被绵羊包围，而且我们全家还到了新疆吃羊奶锅，更差一点当了英国贵族入住古堡。其实，在台湾就能够一次感受到很多世界的美好，只要仔细的规划，全家人就能够一起牵手出游，一起打开眼睛，一起真心的感受，不用大老远飞去国外，在这里就能拥有最美最棒的旅程。这个皇帝在吃的就是像这样。哎呦！哎呀，你快点拿出来，正大月啊！哦，抱一个，哎呀！谈恋爱，谈恋爱，谈恋爱，夹车布，抓！当当！哇，好像是什么啊？哎呦，还会奏交响乐了！我的天哪，哎！哦，美妙！噔噔噔噔，八号香蕉。